集中开火。集中开火，一个重锤，这家伙升二了，怎么想杀我？加油，我的队友们！哦 ，sorry， 哇，这好痛！快吃药，快吃药，快吃药！瞎子要越我了，我看到瞎子了，我这个烟味。我操！别这样，哥！他怎么也直接闪现了？我操，没地方走位了，这个位置没闪呢。下路技能都在的话，其实没那么好抓的。队友拿下，那不就等于我拿下了吗？瞎子敢抓我，他真是冰个胆，我若敢来犯啊！必将你大败而归啊！来一个试试，打死你！我六级了还敢抓我？是你能奈我何？有本事把我越了呗，这么牛逼！不是哥们，你真要越我？我能够吧？好闪，但我估计还要死，应该是换掉了。有人要死喽！
后再开盾。给你踹我一脚能怎么地？你踹得死我吗？啊，给你闹麻了。对啊，我看他是神志不清了，我这么粗壮也抓我。挠痒，大力点呢、啊。哇操！这他敢上来咬我的？没搞错吧？你疯掉了？我关你，你怎么办？那个奇亚娜拿去了，不就是这个什么东西？阿卡丽拿去了 ，miss 了，不会是？我操，还真来了，快跑！我可打不过他。哎，哎，我操，一波兵漏四个吗？我没看错吧？都哥们啊，是不是？见外了，见外了，被抓闷了，我操！一百个控制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打呗，保护寒冰啊！你闪现干什么？不是装备都 A 死你，烫死了呀！把套车补了，没补到。哎呦，还挺能补刀的。跳得很，我不烫死你今天。好，哇，还有这种操作。哥们没带凯旋呢，带凯旋这不杀完了。
这不肯定把你秒了呀，哥们儿，肯定踹上来了。看他们大众往哥哥这边走吧。哎，还以为你很结实。让我看看，不让我看看，不让看那算了。该关你的，三个齐上也不是我的对手啊啊！来，早知道大刀把瞎子杀了，犹豫了。他踹谁啊？怎么踹了半天没想好踹谁？这是什么操作？没事，不用挨恶意，没伤害的。哇操！火力太猛了，当。感谢幻灭的小黄鸭的超大守护，谢谢小黄鸭的超大守护，谢谢老板的守护，谢谢。